是在 Oxford 城区走了6英里才到这个地方，打出租车的话要20镑，然后他还不能刷卡，所以我先是去取了现金然后再过来。 OK， 我觉得我应该准备好了，可以进去喝点茶什么的。走了，拜拜。我刚刚面试完了，他们有两套，第一套是就是跟面试官谈话，然后他会根据你的简历和自己准备的问题来问你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一些基本的电脑方面的工作。然后那位工作人员也非常非常非常的 nice。拜拜，我现在要去见 Charles。行吧，我现在要去见他。拜拜。在哪里坐公交？还要倒数，先走到公交站台，然后看一下什么地方可以坐公交。哦，好喜欢这里啊！错了，哇，看这边一片天。今天开心开心开心，见识得很不错。时间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可能要先去 Hertford College 去找 Charles。必须去的。